你是从新中国来的吗？习近平的中国。那我们胜利了吗？我们都赢马了。快好，那新中国大家都能吃饱肚子吗？只要不封城，就基本上好像应该能够吃饱吧。那都能和亲人们团聚吗？进了隔离集中营，想不团聚都难。冬天能穿上干净的棉衣裳吗？能，只不过如果被隔离在天桥底下，你就只有这一件棉衣裳。我真想看看咱们的新中国它到底是啥样的。你看我们现在的中国是这样的。